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云爸。我现在的测试的是这两台，这台是 GasTab S3， 这台是 S6 是最新的。那我现在同样的都播 AVD 网，然后同一步，在同样时间点再开始播放。那两台的平板声音都目前都关到最低，然后待会我会分别打开其中一台的声音，让它分别的播放。然后目前两台的荧幕的亮度都到最亮。好。那我先把 S3 打开，让大家听一下它的音效。好，喇叭开到最大。好，接下来换到 S6。再切回到 S3。那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，因为这部片的调性比较昏暗，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在鲜艳处的色彩表现，以及画面比较昏暗处的暗部细节。像这一台，它的暗部细节就比较明显，这边就完全消失。好，再切回到 S6 的音。再切回来。やめてくださいよ。村井さん、これからもいい作品作ってください。好，以上就是这两台平板的音效跟画面的介绍。那大家比较一下，看一下它两台的细节。那在 GAS S6， 它的细节跟色彩都比较忠于原色，它不会过艳，但色彩一样是好看的。好，那它细节也比较丰富，在暗部的层次相对多一些。好，大家可以比较一下。好，以上就是这台 GAS S6 Tab S6 的音效跟荧幕的介绍。谢谢大家。